把胸牌给收了。胸牌给收了，这不让我进去。现在好一些，现在好多了。现在估计那天晚上是做完艾克蒙以后，那个出了一大身汗，然后完了以后又查房得1个多小时吧，2个多小时，然后出来以后可能有点受凉吧，啊，应该不会是因为做 CT 没什么病变。是，我们都担心这一点，嗯，尤其低烧，就是累，就是累，估计就是可能没休息好。你接触到自己平时很熟悉的很要好的朋友，他突然一下，而且是同行啊，而且大家都在同一个战壕里面战斗啊，你突然一下他说不行了、啊、那你显然情绪上一下很难的接受。心里想的已经是从这个病人转到另外的治疗上去了，因为他已经好了。对，老早就3天前就基本上不管他了，因为他一旦脱氧的那一刻就基本上就一块大石头就放心了，放下去啊。我看到您笑了，这是这么多天采访看到您第一次都是笑了。平时也笑，平时也笑。我现在行，我快出院。那太好了。刚才我们刚刚看到您的这个第三次的这个核酸测试也是阴性的，那应该您也是专业医生 ，ICU 医生，应该是知道没问题了。对，应该是大致是没问题。现在能回顾一下，当时大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染，包括最后确诊的一个过程吗？这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的，就是。我转运一个比较重症的患者的过程，那个重症患者已经重度 ARDS 了，只有插管，不插管可能他就活不过来了。然后我们选择插管以后，我们把他从感染科转到我的 ICU 去。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当时病人又比较烦躁，插了管以后不舒服，又比较烦躁，手脚乱动，然后呢。我们呀也还拖着他，外面还下着小雨，那个护目镜呐，以防服里面都是汗水，连汗水啊、雾水啊、雨水啊，可能也有患者的这个乱七八糟混在一起，可能那个手就沾染了。刚才看到您第三次核酸测试也是阴性了，那这个出院可能今天明天就可以实现了，太好了。玻璃隔离期以后，现在最想是。狠狠地拥抱一下家人。是，我特别能理解。我要尽早归队，我还有跟我一起战斗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还在一线。马上就要归队吗？隔离完了就要归队？隔离完了后会归队。为什么？他们已经战斗这么长时间，我的归队对他们是极大的鼓励。我觉得这个事我是必须要做，也必须要干的。我干了以后，他们会更有干劲，他们会更有信心。我特别能理解，希望在工作岗位上早点看到您。没问题的。好，加油，拜拜。然后回去早点休息，别在那里折腾，好吧？开春了我们再聚吧，开春了再聚吧，好吧？